你怎么收工这么早？辛苦了。不辛苦。你干嘛？我抱抱你怎么了？你刚才在干嘛？我在给你煮梨汤，给你润润嗓子。嗯，我妈安然还会煮梨汤了呢。 想念我们去户外团建那里的帐篷啊，在那里可以安安静静的吹吹风，看着星空。哎，你说要是有空的话，我们俩再去一次野营呗？我们要是单独再去一次的话，我可以带你去看一看我的野营生活。很不一样吗？当然不一样，我野营的时候。 会去一些完全属于大自然的地方，有时间呢就走远一点，没时间就走近一些。有时候在树林里听风声、流水声，被夜风吹着，一串一串的声音就跟听音乐似的。有时候只是为了把自己放空，心里什么都不想。待几天无聊了，我就知道城市在叫我。 我心里的群居灵魂又动了，就回来了。这就是我平时的野营生活。听得我今天晚上都好想睡帐篷，乐意奉陪。这是我的帐篷，谁让你陪啊？这不是我的阳台吗？也对啊。 明天下班约个会好不好？好啊。